到酒馆最近可谓是一波一瓶一波又起啊，不过这些事可都难不倒咱们古三妹。如果要投资一个那些年古三妹忽悠过的人，那票房可是要大卖呀。天秤座古三妹，天秤座三妹可真是完美诠释了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非要靠才华，就连陈掌柜都忍不住问他，这些招你是怎么想出来的。又可以再次保证，这些不用想，这些都是天生的。天秤座是最懂得将心比心的，所以古三妹能够用以罪治罪的办法帮助村田戒酒。天秤座只要信得过你，就会把你当情人爱，当亲人待。所以为了解决陈掌柜的纠结，古三妹在线展示忽悠贺一堂。贺掌柜，我知道你留过洋，读过大书，见过大世面，你这样的人呢，自古以来不是帅菜就是酱菜。我们家老陈没事他就说，你别看那贺一堂啊，少言少语少动静，他心里装山装海装大河，他肚子里那墨水比我吃的饭都多。我不是捧你，敢问大连街上谁能承此重任，谁能有这本事？那懂日语的人多了，可他们没胆子呀。你在我们俩心里头那可是能人啊，是大能人啊。从今以后你贺一堂就是英雄，响当当的大英雄。陈掌柜身边可真是放了个诸葛亮，这样的女人谁能不爱呢？